古老的五行元素拥有强大的能量，但是却无人可以真正驾驭。只有武灵锁的佩戴者才能将这些能量转化，变身成威力强大的兽形战士。呀！把棒棒糖交出来！啊？为什么要交给你呀？我这是打劫，看不出来吗？住手！野狼君，听说你要打劫棒棒糖，就不怕？不是打劫，不是打劫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继续睡觉好了。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想抵赖？我只是开个小小的玩笑。麻烦各位了，请交给我们处理。走。好像是玫瑰王国的士兵哎。出去。你来了。玫瑰王子。王子殿下，我只是想抢根棒棒糖而已，不要让我坐牢吧，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狼要养呢。听说你以前做过有毒的化妆品，结果导致蟑螂发生变异。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都是白雪王后的错，我是无辜的。把他和怪物关在一起。是。不要啊，怪兽会吃掉我的，我承认有毒的化妆品是我做的。很好，你再做一些出来。为什么？我一直梦想着建立一支强大的怪兽军团，好用这支怪兽军团去消灭所有的怪兽。可惜捕捉到的怪兽不仅数量少，而且很难驯化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制造怪兽。自己制造怪兽？你的有毒化妆品竟然可以让蟑螂变成怪兽，我相信也可以让其他生物变成怪兽。王子殿下的理想太伟大了，可是我不必再说了。走，跟我走。放过我吧，我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已经试验了999次了，这次一定要成功啊。救命啊。做得好。救命啊。终于成功了。救命啊。报告殿下，小心。很好，看来之前对他的训练还是有效的，并没有因为变异而改变。立即让其他受过训练的螃蟹也进行变异。是，王子殿下。出差了几天，回来后要好好休息一下才行啊。父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父王小心。孩子，你从哪里捉了这么多怪兽？这是我的蟹怪军团。蟹怪军团？父王，你已经老了，你的仁慈根本无法彻底铲除世界上的怪兽，还是把王国交给我吧，我相信自己会比您做得更好。孩子，你还太年轻，简单的以暴制暴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。我会证明我自己是对的。
你要做什么？小心小心，放下你们的武器，从今天开始我才是你们的国王。小心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对不起国王。父王你看，没有人反对我成为新的国王，您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哎，总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的。哦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现在播报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，玫瑰国王因为健康原因宣布退位。嗯，不是吧？王位已由玫瑰王子继承。啊，玫瑰国王退位了。玫瑰王子继位后立即颁布了新的法令，他命令全体国民必须与怪兽殊死搏斗，不论怪兽的种类和年龄都必须消灭，如果有人同情包庇怪兽将会遭到最严厉的审判。啊，这个法令也太残酷了。抓住猪猪侠，抓住猪猪侠，抓住猪猪侠。啊，这么快就找上门了。啊，别跑。猪猪侠，有人趴在我们的车上了。啊，快把他踢下去，你想被抓去坐牢吗？好的。我有话要告诉你们。你是不是想让我别推你啊？我好为难啊。老国王被王子软禁在王宫里了，我们无法阻止王子，请你们快快想办法吧。拜托了，小心骑士长。老国王被软禁了，这么说是玫瑰王子强迫老国王退位的。嗯，我就知道玫瑰王子不是好人，我们现在就去救老国王。啊，这里果然也有螃蟹怪把守。猪猪侠，你要变身成兽战士打败大螃蟹吗？不行，如果动手的话他们会把老国王藏到别的地方去的。对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可是有大螃蟹站岗，我们怎么进去呀？我可以变成火焰鹤飞到王宫的屋顶。哎，这些螃蟹的警惕性还挺高的。原来他们还能吐泡泡啊！看来我们只有先引开他们了。嗯。你们开吉普车引开螃蟹怪，然后我再偷偷地溜进去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哎，啊，没想到小呆呆这么勇敢啊！菲菲，我突然想起，其实我是不会开车的。小心呐，快转弯呐。往左转还是往右转呢？都可以的，别撞上就行了。菲菲怎么办好呢？我有点晕车了。小呆呆坚持住，现在往远处开，把螃蟹怪引开。好的。啊，轮到我出马了。哎，嘿嘿，呀，啊，嗨，啊，哎，啊，哎，哎，五连飞。玫瑰王国这么大，国王被软禁在哪里呢？不好意思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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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应该是这里吧。找到了。父王，你想去哪儿？这个声音，又来了。想要救走父王，得问过我同意不同意才行。血怪军团，围住猪猪侠！惨了，被包围了！你能拦得住我吗？让一让，我停不下来了。回来的正是时候。你们现在国王离开这里。小呆呆，稳住啊！好的。现在我可以放手和你们较量了。可恶！让你试试我的厉害。我可不想洗泡泡澡。糟了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你看不清对手，即使有再大的蛮力也无法发挥威力。向我效忠吧，辅佐我铲除所有怪兽，我会恩赐你荣华富贵。别做梦了，我绝对不会向你这种卑鄙的家伙低头的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就不信这些泡泡戳不破。蛮熊战斗，你们太小看我了！没了哨子，看你怎么害人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居然把我关起来！猪猪侠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跟你算清楚的。是谁？王子殿下，我来救你来了。干得好，我们走。站住！我会回来的。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。